他也没有后排伤害呀，这。能打过，可以。把盖伦一杀完事儿。完了，我操！左边，扣左边。盖伦没死，多掉了我点血。我再来把那个小法师啊，我那把没吃鸡，我得再来一把。打死两个就行，费点劲。寡妇应该是起飞了，92滴血还行，下轮可以试试能不能赢了，可以。没有天选，六七八九十撇了。哒啦啦啦滴啦隆，两把三星镜吃鸡是真的无敌呀、啊！那你老能三星镜，那谁不吃鸡啊？玩呢？兄弟们，是时候来把福星了，下把给大家带来一把福星。嗯，这波拿个猴，猴没有，咱就拿一个大剑。每回想拿的东西都是一块钱的，真是吐了。昨天下午一家三星进被我两星男刀带走了，你看着没？有怼你的了，瞅到没？兄弟们呐，我们这粉丝团里边。粉丝总人数10360个，我就走这么一天呢，就给我掉了200。嗯，粉丝呢？粉丝都上哪去了？粉丝？刺穿他们！你不是说不播了吗？我不播了你就三盘了，人家卢老板都不播了还那个超级火箭办卡嗖嗖嗖的荧光棒呢，这就是差距吗？我虽然我说我不播了，这把是不是有同行啊？但你不得用你的行动来挽留我吗？践踏他们的骨头。
哎呀，哎呀，给我上一个，掐点钱。呀，应该上个弩弩好了，把魏给下了，把魏给换了啊！这轮要是赢了的话，拿个弩弩。弩弩比这魏猛。刚一换这福星就开始输啊！这玩意儿呢，就这么大魔力嘛，就不上福星，不上银口还赢呢，一上福星咔输了。这咋这么多家呢？这把呀！完了，全是这玩意儿了，这把。你们做好准备啊！这把我们可能要六七八了，全是这玩意儿了。你看啊，我给你们瞅一瞅啊。刚才是打这家不？不是啊，刚才打的这家。耶，不对呀、啊。啊，是这家啊，他把小法卖了，那没事了。他把小法师卖了，那就没事了。给全套，给大剑，全套大剑出一个，又给女神链也能用。我正义之手法爆能用不？我觉得能用，可以用。啦啦哒啦滴啦隆，先把他前排杀了，再杀他后排。能不能赢都可以。寒冰不要了吗？不要寒冰。你这鲶鱼还打不过派克吗？你要是败也行，这波连败也可以接受。看看能不能一连败给个妮蔻，能不？你这想屁吃。给了七块钱也行。要什么自行车啊？嗯，这又赢了，连胜福星。差点钱，有个哥们跟我在那儿，为什么不拿卡特呀？问的好啊，俺们也不玩福星，关键是，俺们这福星不打工的吗？拿卡特干啥呀？我这到底要玩啥？我说了你也不知道，你就好好看不行吗？我说了你能知道啊？这样会不会猛一点啊？不行，一没控制，二没虚区的，这不行。我不说你怎么知道？我都这样式了，你还能不知道的话？我说了你也不会知道的。关键我不知道这玩意儿叫什么名儿。这个叫什么呢？这个叫
静谧森林法。这叫静谧森林遁法。希望这个全套的节没有人要，谢谢。哎呀，这狐狸没人要吗？这大狐狸，这大剑大大狐狸，兄弟们，没有能用的东西了，磨抗着吧。哎，有点那意思，拼多多森林法，对，东拼西凑法，可以这么理解。少说废话，多摇几下。你们仨能打过这个劫不？好像打不过。安妮儿别让人给拔死了啊！安妮儿只要别让人给拔死，他应该就赢不了。没事，我这太幼了。吸的，一个没有回复能力的劫。四块，三块。三魔法师，魔法师吧，上魔法师。我们说好啊，这把无论来多少个瑞文，咱都不玩啊。先说好，一定不玩，别到时候整个又整那些瑞文又来又上当，不上了，不玩了啊，绝对不玩。来多少个咱也不玩，这是俺们的宗旨。来多少个瑞文咱也不上当，千万别上当啊，千万别上当。看我神威，无坚不摧。寒冰拿了不拿啊，不上当，不看，看不见不拿，给全套，别的不要，就要全套的，全套全套，不要缠着，妮蔻漂亮，看不见。小黄毛不要，就不要，别的就看不见。只能看见自己的东西，其他的一律看不见。给个锤石，就这玩意儿，瞅都不带瞅的，不瞅，不看。看不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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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拿锤石，天险庇佑瑞文不要。这把说了，这个小法师上回玩了没吃鸡儿，再来一把。这些其他的都是
怎么说呢，都是在勾引你啊，你只要上当了就完了，一定别上当。完了又开始耗了，行吧，互相伤害吧，互相伤害吧。对，哎，一律都是糖衣炮弹，不要看不见，哎呀，哎呀，这狐狸我操你妹呀，哎呀，不要啊，能看见吗？看不见，给锤石来，哎，不要啊，硬气一点，不要，小法先把这个寒冰给他杀了。对，哎，七级这么多是非天选，谁知道了？那平时也没这么多呀，谁到这把咋这么老些呢？我这场上全一星，你给我来点我用的呗。谁知道那么多呀？没错，羁绊王，东拼西凑法成了。哎，成了，兄弟们，小法师二了。俺们的东拼西凑法成型了，简单来说是有点无敌了。完了，银马死了，我操，银马死了，这猴不起飞了吗？给我整个，给我整个，整个他妈的猴出来，要这一块钱的这个啊、哦，实在没有一块钱的，我们能拿什么呢？哎，一块钱的也没了，挺烦人的。这有魔抗啊，有魔抗要不了啊，那银马魔抗的都那啥了，拿个锁着甲吧，没有全套怎么办啊？全给他递到二就行了。等一等那啥吧，等一等鸡哥吧。七银口三星对文了，那不能，那不能，那没那么快的。那上把不也是五个吗？后边一个没来吧？这玩意儿了吧？这是拿了就没了。
不拿才有呢。拼多多也就前面能占点便宜。打一打，别着急啊，这不是小法没装备吗？那你咋整啊？小法师有装备受这气，那一个拳套没打着，下回不行先拿拳套着吧，拳套要的有点多呀。送命，完了、啊、还好还好，我以为完了呢，九折水平啊，那小法师都死不了，哎，太猛了，小法师是有魔抗吗？这都死不了。鸡哥来了，我要播种恐惧。哎，放点装备，以防止鸡哥不给俺们爆装备。鸡哥给两个拳套的，我就无敌了，行不行？大剑我能凑合用，再给一个拳套，拳套，哎呀，科技枪龙刀。吹风泰坦可以，泰坦吧，然后给个吹风。吹风的话是吹前排是吹后排呢？想一想，你们觉得这阵容应该吹前排还是应该吹后排？吹杰吹不了，人家杰都有水银的，你不扯淡的吗？人家那杰都是带水银的，你上哪吹去？嗯，小法都告诉你放弃吧。吹前排秒后排，那就给银马了，反正差两个分女儿。我看看啊，现在怎么办啊，先瞅一眼，差两个分女儿，两个银马，差露露，差锤石，土豆是什么玩意儿能给我？给我捡蓝了，给我的小法呀！差俩锤石，俩银马，俩分女儿，我操！哎，他为什么会扣我蓝条啊？刚才啊，有什么英雄是扣蓝条的吗？完了，卡住了，露露先不升了吧。你妈的！别给分女儿啊！我不行了，我得升级了，这我升了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得升级了。我这经济一下就给我干崩了，本来我五十块钱，你知道吗？
本来我这乐乐呵呵的50块钱。呀，你有 Nico？ 哎呀，对呀，我有 Nico 啊，为什么不早说？嗨。再把小法升三费点劲呢，这我们要一个莉莉亚吧，瑞文不太好用啊。哎，上一波要用 Nico 就好了，上一波用 Nico 慢点升，这家伙还有一家同行呢，还同行如果能快点死就好了。哎呀，等一等这同行吧，看他小法要不要。本来我小法还能有一只的在这儿，然后下边来小法，操了，不行，那不行，那不行，那不行。现在搞的就一个三星，这妮蔻咋忘了呢？你大爷，他咋那么好地呢？你给我把他杀了，你把他杀了。哎，可以，你把这小法杀了。是啊，把他拿下。五滴血。你剩一个猴怎么的还能让你起飞了你的猴。我现在连个天选都没有啊。好吧，行吧，这小子能不能快点让他死啊？快点来个人把他杀了！又斗士又小法又猎人的，你到底要玩啥？分女儿，风暴就要来临了。这手拼多多不行吗？这拼多多，那拼多多连天远都不要，还咋的呀？我操，要不是我这小法没删，他能打过我？真的，倒数第一死没死？哎呀，还不死啊，寒冰差一针儿。快点来个人把他杀了吧，兄弟们呐、啊！
别让他寒冰的删了的。现在有个两家劫，这家劫我都不太怕。删了吗？没删吧。我现在地小法不合适啊。哎，三费卡一共多少个呀？完了，输了这波，他控制有点足。别死，别死就行，我可以，可以，死不死？死了吧？还不死啊？哎，这个逼，他不死我也递不出来小法呀。我这现在花钱就白花，你知道吧？但我不花我又快死了，我再让他给我带走了，完事我们整个第三名的，那就完犊子了。那就银马呢，给一只。你看，哎呀，我操了，简直脑袋疼，跟他玩。我这整个第五名，对，我碰上他完事我们第五名。哎呀，控死他，拿下，你赶紧给我死，我们第三名啊。哎，拿个露露，来点质量啊，来点质量。把位置换一换，这小子没刺客吧？没刺客，别扎堆儿。把位置换一换，完了，一滴血，大战49滴血，能不能打得过？等最后一秒换位置，别着急。不用害怕，兄弟们，我不一定打不过他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其实不一定打不过他。不，我一定打不过他。哎呀，没了，撇了吧。第二名。三星劫退了。他退了就退了呗，有可能是电脑死机了，也有可能打广告的，差一把。